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当太阳暗淡的时候，当星宿零落的时候，当山峦崩溃的时候，当运驼被抛弃的时候，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，当海洋澎湃的时候，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，当被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？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，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，当乐园被送进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做过的善恶。我是以运行的众星，没落的行星和逝去时的黑夜，照耀时的早晨。这确是一个尊贵的使者的言辞。他在宝座的主那里是有权力的，是有地位的，是众望所归而且忠于职守的。你们的朋友不是一个疯人，他却已看见那个天使在明显的天边。他对幽玄不是吝教的，这不是被放逐的恶魔的言辞。然则，你们将往哪里去呢？这只是对于全世界的教诲。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，你们不欲循规蹈矩，除非真主、全世界的主抑郁的时候。